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凯，我岳母从外边回来了，今天我们都过来转一下。你要不要唠唠？好吧。又要不到，又要不到，你家都不到，这个家都。哈哈俺要了姐姐，俺要了姐姐啊。来唠唠。你唠一下唠。他爹问他这几周了？啊，他爹了他几周了？他弄了一个肉干，现在放到这地里。你弄了俺就不会吃了。他当爹妈说的吗？妈妈，我有点子了。嗯，听。你这样弄了吗？你这是奶放着，这是给车上弄奶。就这样菜货多弄也好长，在这弄一下可来，嗯。就是没有人正儿记得东来个巧的自然好。我给咱家孩子给你再买个大压力锅。咱去的时候把大压力锅给了我了，给了咱了。就这样吧，好，差不多了。这鸡子呢？哟，这是什么？呱呱呱呱呱呱。你吃不吃？你还没有命了吗？要是给你个鸡腿，给姐姐个鸡腿啊。这个葱长的是多的了，呀，可多味了，多葱。你就别讲了，放心是吧？好巧，就是压完毛衣就年轻了十来岁。嗯，不年轻了，老皮子都了，还年轻。有点吧，俺就是有点吧。你在哪儿来过？在这个。我想想，在哪过？在哪过哈？啊，在我前头我弟家，叫来后来叫我叫做老爷。有水了，肯定加的。啊，都接着给这个。亲家这哈就东西不来。这个这样的也改就行。大会。多鱼来了，多鱼来了，快走。吃那个鸡翅。我不动。要不动？不是咬到个头就咬动了，要有。明天还有个鸡腿嘞，你吃了啊？快来，去逛鸡了，晓得？哟，给你，给。一下雨了，又黑洞洞了，晓得啊？你转盆盆，你转盆盆，好嘞。要多学了这阵。干啥？多学多雨。嗯。出去了。早就该学了你。别往这那摸哈，吃这个多好。我是妈妈的小保镖。出去了，谢谢。我是爸爸的小情人，我要给你画画。那还有把条鱼给忘吃了。这多了，我们好贵的条鱼。条鱼，这条鱼，这条鱼不管，条鱼这不多。